如果我们的爱心只是直接在说团契里面、教会里面，那那些人怎么会知道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真理，然后我们所侍奉的是真神。然后副歌就是说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说，我们知道的神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，然后来照亮那些黑暗世界的光，用分享那个可以照亮黑暗世界的光，然后使人可以明白那些可以让我们的自由的真理，然后直接让自己化为基督爱的化身，然后让神不断与我心中，就是勉励大家，对，然后。Amen.